果然不出薛长官所料，王司令知道我回到了赤水河，就派了一个营的兵力驻扎月牙坡。这分明是在排挤我，生怕我们中央军抢了他的地盘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哎，眼下呀，最头疼的就是让我们给他们上供。不行，我要制造一些麻烦，让他们不能在此长期待下去，要不然我不被红军打垮，也被他们榨干了。 我看呀，你也不必太操心了。这上面不光给了钱，还给了枪吗？再加上还有宝香娟。这手中有粮，心里不慌。老话啊，总有老话的理儿。等钱和枪到了，我就把彭大头这个王八蛋给赶走。二娘，这宝香娟的事，我看也不能憋得太紧了。这件事儿。 跟这些店铺佃户没有直接的关系。民团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给老百姓办的兵团吗？这关系怎么不紧密？月桂啊，关键的时候你这读书人的优柔寡断可是要坏大事的。我要的不是这几个铜板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。要不然。 我跟秦二虾花豹子之流有什么区别？你别在这跟我背书了，我是不懂得什么区别，可我句句都是为了你好。你刚才不自己也说了吗？彭大头还要再炸咱们的油水，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面子、尊严，值几个大洋？月桂啊，你好好掂量掂量吧。 没钱就等于没人，没钱又没人的那天，我看你还跟我谈什么面子？月桂，我告诉你，我都替你安排好了，都是咱们谷家贴心的人，你就放心吧。另外，我也给你交个底儿，我看在民团这件事上。 咱们谷家能出的份子，也就这样了。二娘，我再考虑考虑。我有的是时间，你慢慢的考虑。月桂是妇人之仁，还需要锤炼心境啊。你要把你儿子变成你那样，我看也快了。 团总，您放心，我干这种差事又不是第一次了，我一定会做的不露一丝马脚的，您就放心吧，团总。好，吴忠啊，你是我从部队里带回来的亲信，你和兄弟们为我办事，我不会亏待你们。来，拿着。
谢谢团总，去吧。哎，报告，进来。团总，你找我？德胜，前军的彭大头来了，是吗？不过反过来对咱们也是有利的。 军座这次终于答应给咱们民团枪支弹药了。那好啊，此事关系重大。今天晚上你代谢人悄悄出发，要尽快把它运过来。是。若有半点闪失，我拿你试问。团总，你放心吧，这次啊，我愿立军令状，保证把东西安安全全的运回来。德胜啊，你太过于自信了，你别忘了。 你们回来的路上，必经青龙寨的地盘。要是这次行动走漏了风声，这，团总，我会小心的。你放心吧。好，去吧。是。哎，等等啊！你把李铁杆给我叫来。是。 艮为山，山在上，则在下。元亨利贞。报告。进来。哎，团长，你找我有事儿？崔杰吧，今天晚上。 你到镇上去转一转，要是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，马上向我报告。哎，团长，这夜里冷，又闹红军，我一个人不敢多转呢。你参加了民团就是军人，军人要服从命令，知道吗？是，这团总有令，我就不要命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说只要团总有令，我就执行命令。 去吧。是。干了，这就是命。 杀人了，团总！什么事儿？土匪在街上到处杀人，人头皮球一样的滚啊！吓死人了！什么人干的？不知道，好多人都喊着要到谷家来的。马上集合！是是是。
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上山打老虎啊？可是这深更半夜的，老虎也不在山洞里啊。老虎已经出来咬人了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打虎行动。报数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五、一、五、二、五、三、五、四、五、五、六、五、七。报告团总，除外出和职业人员外，民团集合完毕。现在，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：值班团丁崔结巴报告，赤水河镇发生了严重的土匪劫杀事件，这是对我们谷家公然的挑衅，我们必须对此事负责。全体向赤水河镇出发，向后转。好不走。这男人孙猴子变的吧，早晨还是一副脸呢，你瞧现在换成另外一层皮了。都说我们女人善变，可依我看呀，男人比女人更善变。谁要是对哪个男人吃了心，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。啊，回去吧，太太。走。哎。哎呀，团总啊！这些青龙寨的土匪太可恶了，我一家人杀的就剩我一个人了。乡亲们，我古月桂成立民团，就是为了保一方平安。只因经费不足，无法安排武装团丁巡夜值班。可万万没料到，青龙寨的土匪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趁虚而入，造成了如此惨剧。作为民团团总，我愧对父老乡亲们呐。大顺子，你要是能活过来，交多少捐费、拆房子、买田，我都答应。我的儿啊，你死得真惨，娘对不住你。那时候你天天说参加民团，为娘不愿意。你要是参加了民团，那些断子绝孙的土匪也伤不了你呀。白发人送黑发人。老天爷呀，死的人咋不是我呢？我愿用我的命换我儿的命啊！人死不能复生，乡亲们，你们不要过分伤心。这件事发生在我谷家民团眼皮底下，我的心情非常沉重。对这起严重的治安事件，我的心情非常沉重。这件事发生在我谷家民团眼皮底下，我谷月桂愿负全部的责任，所有的安葬费用由我民团来出。往后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，我都会派士兵在镇上保护大家的安全，一定要实现赤水河地区长久治安。好呀，那咱们得支持民团，支持民团，支持民团，要支持民团，支持民团。乡亲们，血的教训充分说明，我们赤水河镇不太平。这也证明，我办民团是正确的。大家想一想，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，这民团要不要扩大，还要不要发展？要，支持民团，支持民团。顾团总，都怪我们这些乡下人目光短浅，不知匪祸真的这么严重，还舍不得那些交保乡捐的钱。这回你放心，我们就是少吃少穿，勒紧裤腰带，也要把捐补交上来。是啊，
任凭什么也没有保住命重要啊！是啊，说的对。顾团总，这毕竟也是前山的案子，要不要让县里的警察帮助调查呀？调查什么？死了那么多人，肯定不是一般人干的。可到底是不是青龙寨那帮匪徒干的？谁是真正的凶手？无凭无据啊！是啊，顾团总要帮我们找出这帮坏家伙，惩处他们。 让他们以后不敢再犯了。对呀，好，教训教训他们。大家说的好，一定要严惩凶手。不瞒大家说，我已经派团丁到四周搜查，一旦有发现，我立刻向大家公布。团总，我们看到这边有情况，就立刻赶过来了。吴忠，你那边有什么情况？团总。 发现有几个人朝青龙寨的方向逃窜，我实在追赶不及，就撤回来了。知道了。青龙寨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在这里，我古某要给大家说几句话。从今天起，青龙寨就是赤水河镇的敌人。谁要是支持他，谁就和我们不共戴天。在这里。 我要特别的提醒大家，除了青龙寨，我们赤水河镇还面临红军的威胁。这个威胁非常的严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一直在流窜。说他们流窜呢，他们也是经过长期战斗的正规军队。他们的武器装备比花豹子更加的厉害，比青龙寨的土匪更加狡猾。 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那今天晚上的事，会不会有可能是红军干的？完全有可能。我要告诉大家一句话：困兽犹斗，就是狗急跳墙的意思。这帮赤匪面临绝境，面对这些亡命之徒，大家一定要加倍警惕，知道吗？ 王村，2块大洋。张林，大洋2块。王管家，求求您跟谷大少爷说说，我们家实在是没有铜板了。您看，送一袋大米行不行啊？这开了先例，我以后怎么办呢？你今天拿一袋米，明天就有人送一袋面，再后天就得报个小猪崽来。我不行，我实在是拿不出来了。 收下他的大米，多了。啊，还不快谢谢二太太？哎，多谢二姨太。下一位，整整50大洋，多了30，相当于交了2年半的宝箱捐。我们周老板说了，希望谷家民团能多派人帮我们巡逻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好。 这是水河镇开源店铺周老板捐50块大洋。这可是谷家民团，不姓周。多出规定的份额，谷家民团会有特殊的照顾。啊，好好好，去吧去。那这样算的话，我们交的少的，是不是就不保护我们了？就是啊，那以后干脆民团到我们门口巡逻几次，我们就交几个大洋不就得了吗？这还叫民团吗？对呀。 好了，都给我听好了。民团就是冲着赤水河的平安建立的，谷家随时都会考虑大伙的利益。就这几块铜板，雇得起谷家民团吗？购买区区几发子弹呢？我鼓励大家多捐。
并不是为了我自己，也不是为了我们谷家，是我心里头啊发望着谷家民团早日壮大起来，兵强马壮，外面的那些土匪、山贼自然会躲得我们远远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有人因为特别的需要，需要我们谷家民团专门的治安照顾，这样也没有侵犯到别人，对不对？ 我是个直性子，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。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谷家民团不保护赤水河的乡亲，还保护谁去啊？大伙儿不是也瞧见了吗？刚才这一袋大米我们也照样收下了。各位，放心好了。大家都放心吧，谷家民团保护你们啊！来来来来，交钱，下一个。来来来来，排队交吧，排队交吧。张老幺两块大洋。 王志新两块大洋，李仁杰两块大洋，爹，爹，爹。 那是我，慌慌张张的。爹，我刚才跟哥哥吵了一架，我现在说的话他一句都听不进去。那你跟他说了些什么？给爹说说。我跟他说，让他停止收保乡捐。他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呢。爹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谷家在赤水河镇可就失去人心了。这您一点都不着急啊？ 人心是什么？四华，人心比海还深呐。这世上，唯独是人心最难猜度的。这个东西，你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能得到它？ 什么时候能失去他？由他去了。爹，哎呀，这奇了怪了，这个家怎么就没有一个能说话的人了？哎呦！近日，我们得到情报，古月贵有一批从军部划拨过来的枪支弹药，要从贵阳运到赤水河镇。 青龙寨是他们的必经之路，也是我们在那里伏击的有利地点。这批枪支弹药，我们一定要搞到手。负责押运这批军火的有多少人？领头的是谁？大概有两个班的兵力，大部分都是古月贵从中央军带回来的老兵。领头的是古月贵的副官王德胜，还有一个是民团的教官李铁杆。这次行动有一个变数，就是花豹子。 如果花豹子也得到了情报，跟我们发生冲突，那怎么办？这种可能性很大呀。嗯，我们来想想办法。大当家，这票买卖，咱们干定了。罗彪啊，我们这次劫道，可要吸取上次的教训。 上次就是太粗心大意了。还有，押运的队伍里有一个叫李铁杆的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吩咐弟兄们对他手下留情。大当家，这一旦接上火，那枪子儿可不长眼睛啊！怎么个手下留情法？不管你怎么打，他都不能出事儿。几十杆枪都比不上他一条命，懂吗？报告大家的，有不好的情报。 说，赤水河昨天晚上死了好几口人，古月贵到处造谣，说是我们青龙寨的人干的。什么？现在整个赤水河都说了，遇到我们青龙寨的人格杀勿论。哼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古月贵已经变成一条疯狗了。我们不招他，他倒来招我们。他娘的，看来不让这家伙吃点苦头，还真他娘的不行。劫道这次买卖。
按说咱们有点理亏，这不正好吗？古月贵他不是自己把把柄送到咱们手里了？好，洛彪，让兄弟们好好准备准备，这次的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，一定要把古月贵这条疯狗打成死狗。走。人命，搞不好还要搭上咱们几个弟兄呢。哎，昨儿晚上镇子里闹匪，那些人死的可惨了。是啊，我也觉得这事儿蹊跷。怎么了？我问过那些被杀的人家，他们说那个场面很惨，吓人。而且这些土匪都是蒙面来的。不是，那有什么可奇怪的呀？你什么时候听过青龙寨的土匪蒙面呢？他们不光不蒙面，而且打劫的都是那些大户人家，听说每次都要留下青龙寨的寨旗做记号呢。那是从哪儿来的土匪啊？难道前山其他的山头又冒出土匪了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老百姓可就遭殃了。那没道理啊，凑齐一大帮土匪，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。再说了，咱们也会透出一点风来。石头，你到底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啊？我不敢说。哎，你少跟这一惊一乍。我都记下那些被杀人的名字了，那些人啊，几乎都是那些抗缴保乡捐的人。嘘，小点声，小心隔墙有耳，事不关己。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哎，你说，快，也不知道铁杆哥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哎呀，睡吧。哎。都快点啊！好。团总，我可是磨破了嘴皮子，兄弟们才肯上交的。吴忠啊，自从你跟上我，我古某待你不薄吧？要不是眼下受到红军和土匪的双重夹击，民团迫切需要经费，我也不会这么做的。团总，我知道您的难处，自从跟了您呢，我可是对您忠心耿耿啊，您下的什么命令我都会坚决执行的。团总是吧？这个我知道。来，这个赏给你的。谢谢团总。去吧。哎，这次行动有很大的风险，幸亏这吴忠会办事啊，既见了血又得了这些东西，我选了几样上等的东西送给二娘。你有这份心，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了。二娘对月桂这么关照，孝敬你也是应该的。不错，我没有看错人，你到底还是做了。不愧是明白人啊，只有明白人才能做成大事儿。我早就说过，二娘在关键的时候能帮月桂把住。你真这么想？那我也心满意足了。不像是老东西，他要是能有你的一半儿，算了，不提他也罢。
谷家呀，只要有你有我，就不愁没有来日。你说呢？啊，是。我已经让顺和把账上上了，你看看，才不出两天的功夫，这镇上除了两家孤老婆子，其他的悉数上交，还有一些胆小怕事的，居然还多交了一些，这样一来，比预计的多了200大洋呢。二娘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家一年的租金能收多少？这可是一码归一码的事儿，不相干的。我只是随便问一问。二娘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月桂，我信佛，不能沾带血之物。你要是不喜欢，送给别人好了。老板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谭天兄弟，你是喝酒啊，还是吃饭呀？啊，不了。那您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老板，啊，咱们里边说吧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兄弟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这个可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东西，很值钱的。杨老板，我最近手头上有点紧，你看能不能？哎。嗯，这倒是个金镯子，嘿嘿，成色不错，卖多少钱呢？我这做小本生意的，没多少钱。嘿，得了吧，杨老板，你这小店生意那么火，哪儿都没钱呢？要不我急着用钱，我才不来找你。哎呦，兄弟，你说我一个开小饭馆的，我不懂得什么金银首饰，既然你上我这儿来了，我也不推辞了。我也不少给你，给你8块大洋怎么样？8块大洋上哪儿买这么好的镯子？最少也得12个大洋。那好，那么你让点儿，我加点儿，啊，给你10块大洋，一次付清，怎么样？好吧。嘿，好，给10块大洋，你数数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这东西你最好自己收着，可别让外人看见啊！哎，好好好，我会的，我会的。值，值。政委，青龙寨的土匪全部都出动了，埋伏在前面的树林里。好。继续侦查。是。老赵，咱们再等等钱少的消息。好，大家都沉住气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政委，队长。垭口西南方向有李铁杆的队伍相距3公里，后面还有一队马帮，领头的正是黄德胜。好，我们就按2号方案行动。如果花豹子遭遇到危险，同志们听好了，我们就全力增援。好，小将继续侦查吧。是。太好了，欧阳。嗯。
他娘的，把咱们当吃干饭的，这点哄小孩的伎俩就想蒙过咱们。好，办喜事儿，老子今天就用你古月桂的血来冲冲喜。等他们走近一些，咱们就冲下去，把他们东西留下，千万别伤着他们。是。快点啊！上！飞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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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住！飞刀！大当家的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放我们过去吧。我们要急着办喜事儿啊。嗯。哎。走。李铁杆，你出来吧。哟。嘿嘿，这不是大当家的吗？嘿嘿，大当家的，久违了啊！李铁杆，什么时候你成了送亲的了？嘿嘿，瞎胡闹。把这轿帘给我掀开，让咱们兄弟们也见识见识新娘子。哎，别别别，这可不行啊！大当家的，老规矩啊，这新娘子不进洞房啊，这盖头是不能揭的，不然的话不吉利啊。大当家了，别跟他啰嗦，这小子已是瓮中的死鳖了。闭嘴。铁杆，我再跟你说一遍。哎，只要你跟我上山寨，我就把我这大当家的位子让给你。从此以后呢，咱们就在山上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。我把玉慧姐也接上来，这样好的日子你不想过吗？大当家的，你的美意啊，我李铁杆心领了。不过，你不能强人所难，对吧？李铁杆，我说你小子少在这跟我装蒜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们已经被彻底包围了，崖口已经被封锁，你今天就是插上翅膀，你也飞不出去了。铁杆啊！我这个人呢，最讨厌的就是为难别人。好，你不跟我走也行，看在咱们还算有交情的份上，把东西给我留下，放你们兄弟们一条活路。哎呀，大门家的，这恐怕不行啊，对不住了。不行，不行，你就别怪我不讲交情了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！李铁杆啊，就凭你这几把枪，能逃得出我的天罗地网吗？你这些东西我是要定的，识相的话，你就带你的兄弟们赶紧走。别忘了，你家里面还有一个为你担惊受怕的姐姐呢。好，话报的，今天我李铁杆认栽了。不过，咱们两个后会有期。哼！兄弟们，把家伙放下。
走人。兄弟们，收拾东西走。政委，小江，后面的马帮过来了。好，跟上，跟上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下武器！我们是红军的主力部队，只要留下你们的东西，可以让你们走。弟兄们，咱们都是党国正规军出来的，今天这个时候，就是咱们为党国效忠的时候。弟兄们，给我狠狠地打！我真的